我是王嘉琪，我平日很喜欢画画画机械人，我喜欢戴铁甲万能盒和山丘万能盒，戴哆啦 A 梦，我的三米机械人朋友是我自己创作，用画笔画它出来，我这份作品是用纸皮做，用一个戒刀戒了一个盒先，用胶水贴上机械人的身体，再油埋颜色。我想做一些立体的作品，因为喜欢设计机械人。